我是屌丝中的屌中屌，没钱没房没手表，坐遍地铁和公交，到哪都把微信摇，总想找个女神夜里陪我聊一聊，我们一起探讨人生和理想。嗯啊啊啊啊啊，生活中的离奇事件要多真有多真，工作压力再大您下班就把心放宽，坐过这趟地铁没事还有下一班。 Thank you very much my dear everybody， 感谢大家听我唱完这首三俗歌曲，故事如有雷同纯属他妈虚构。亲，你再听一遍呗，转发一下呗， Thank you。